嗨，喂，自己介绍啊，你介绍给大家听一下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、啊、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你不是说什么这里是什么市集可以逛街的？不是市集，不然是什么？就是一条街，我想要逛这间。那你先 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是哪里。这一条路叫什么什么斯什么什么路，这里的中文是什么啊？没要亮。什么地方、啊？来，我比给大家看。哇，超漂亮的。在这里。等一下我对焦一下。在这一个，这个路，这个街。好。B R U N S Week 这里。好。哇，因为我沿路走下来。其实这间店就是走，这条街是走就是异国风情。对。然后其实卖的就是主要是比较有设计感的。偏设计感，那个要怎么说？价位偏高吗？也还好哎、欸，我就要找多，像我刚刚就买到一件衣服，我觉得蛮便宜。五块吗？没有，有五块的，然后就是一般背心而已啊。嗯、可是就是像那种针织上衣，可能在外面卖可能要40-50块，他、哦、这边才卖15块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？我刚不是比给你看了吗？哦，因为我觉得我沿路这样走下来，我觉得应该说墨尔本很多条都长得像这样。我觉得沿路走下来，两边的房子都很漂亮哎、欸。好啦，剩下就要给你介绍了。好，拜拜。超美的，墨尔本这种电车比台北捷运还方便，每一个交叉路口都有。超美的这里，好啦，这条街大概就这样了。主要就是房子的外观都很美，还有两侧旁边都有一些逛街的地方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